91岁嘅黄夏蔚夏蔚 BB 自8月份就同老公一齐移民美国，到埗之后就暂住喺西雅图女女嘅屋企。而已经移居加拿大嘅艺人李婉华，14日就喺社交平台上载同夏蔚 BB 同埋一班朋友嘅合照。原来夏蔚 BB 又转咗地方玩，最近特登去咗温哥华揾李婉华相聚。有网民留言话好感动，系女神合体啊！